拍报道。为幼教团体拍什么推动破病，卖去幼儿园，老师无要饲药啊，呼吁教保员哦停止到三工饲药的服务，强调讲等待还原事实，教保员的人格，搁再受到社会尊重了后，这个来恢复饲药的服务。对音乐摆动身体、唱歌跳舞，幼儿园老师拢是将时间专心投入伫教学甲照顾囡仔顶端。啊，不过即马新北市传出有幼儿园疑似饲药啊风波了后，多啦家长心惊惊，也予教学现场的教保员承受不少压力。有幼教团体都出面呼吁，伫调查清楚彼此的责任进程，为即马开始全国教保员应该全面停止饲药的服务。一个两个偶尔应该都还好啊，因为尤其吃药都是在中午的时刻，所以说应该都是老师会看着托药单，然后看着药，然后一个一个的就是对照一下，然后就是喂，应该都是还 OK 的。从原来大家的怀疑，由含沙射影，现在变成血口喷人，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那现在全国的教保员已经是炸锅了，家长没有办法整个信任我们的话，那我们就停止喂药。李坤白表示，代志发生了后，幼保人员予人误会，也个家长予囡仔炸闭落去上课，亲像过界鸟鼠，让人害怕，士气真低落，甚至幼教人员表态想要离开。幼教联合总会也认为，处方药啊有专业性，教保人员无医疗专业知识，所以发起囡仔破病，卖去幼儿园，老师也卖饲药啊。现在美国啊，还有欧洲啊、泰国，他们认为说打针跟喂药这件事情是要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，不是我们老师所能负担的。这个时间点也希望说，如果生病了，那我们就不住校园。事实上，到底事件发生了后，最近教学现场已经不少线索停止饲药服务，亲像分林北寮乡的幼儿园，就伫六月十五公告，为确保囡仔用药安全，继续暂停协助囡仔饲药啊。同时，请感冒身体无舒适者囡仔先伫厝休困，请家长放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